大师兄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，玉兰怎么样了？寒毒暑体引发绝脉逆转，玉郎撑不过去了。师祖也救不了吗？此非人力所能及呀。莫要踏入燕山派，否则我对你不客气。我苦心经营这么多年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。你是我亲弟弟，你怎么能不顾亲情？再说对你也没有损失啊。若是成奸除恶，我义不容辞。可是你的狼子野心术，我无能为力。你要当了掌门，燕山派就是咱们的。我对做掌门没有兴趣。我以法力救你情郎，代价是让你与本仙修行三千年，你可愿意？那我也愿意。只要能救玉郎，我什么都愿意。顾玉郎此番怕是凶多吉少了。我知道师姐，只可惜她年纪轻轻，人世间有太多的精彩她还没有看到过。天命难违，希望来世他无病无灾吧。青丘，我知道这很冒险，可我也没有办法。顾玉郎是我师弟，我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去死。我不是不明事理之人，我也知道你救顾玉郎是大义，你不能眼睁睁看着他死。你要眼睁睁看着你死吗？燕山派这么多人，你们连个病秧子都看不住，你们就不能让我省点心啊？啊！一个个都是讨债鬼，老夫怎么就收了你们这帮废物徒弟？你百岁了都不让老夫安生，